每天五分钟，改变你人生。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有桑娜五分钟课堂。我是高级公共营养师，有桑娜高级八星钻石董事吴雷。今天我来和大家介绍细胞功能的产品，它是属于优化营养，在我们的基础营养之上的。它是用橙色颜色来表示的，它包括火力奥米加，也就是鱼油，维生素 D、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和益力宝。我们分别来介绍，第一个是活力奥米加，我们常说的鱼油。优桑娜的活力奥米加，它是属于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它可以降低甘油三酯的含量，还有很强的溶解血栓的能力，可以防止多余的凝血发生。所以大量的研究表明，欧米伽三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身体不能够生产这种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只能够来自外部摄取。那么优桑娜的活力奥米加和市面上的鱼油有什么不一样呢？一个比较直观的方法，你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冻里面，我们看着下面两幅图。好，把它们放进去之后拿出来，你发现它们的颜色差别非常的大，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它们就不一样。这说明优桑娜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纯度非常的高，它可以达到 99 点，后面有六个九，它不含重金属，不含杂质，不含反式脂肪。最重要的是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达到 60%， 而市面上一般是 30%。 它的两种重要的成分 EPA 和 DHA 分别是290毫克和235毫克，所以这就是让这个优桑娜的鱼油它可以和市面上任何一家鱼油可以相比较。第二个产品是维生素 C。维生素 C 我们知道它可以提供我们全面的抗氧化功能，增强免疫系统，改善我们的心脑血管，制造胶原蛋白，减少皱纹，抗衰老。同时它可以预防感冒及缩短发病期，还可以改善白内障、风湿性关节炎和牙齿方面的疾病。优桑娜的矿物维生素 C 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是采用矿物盐的形态，所以它不会对我们的胃部造成刺激。同时它可以维持血清当中较高的维生素 C 的浓度，在体内停留时间可以达到4到6个小时。我们每瓶120粒，每一粒600毫克，远远大于市面上同类产品。优桑娜的维生素 D， 我们是维生素 D3， 它可以预防我们的佝偻病，有效支持钙的吸收，增加我们肌肉的强度，同时可以保证我们内分泌的健康，还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所以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我们的营养补充品。维生素 E 它可以保护我们细胞膜不被氧化，抗衰老，抗肿瘤，还可以预防我们的血管硬化。维生素 E 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血小板浓度，同时让我们血液在血管当中可以顺畅的流通，它可以改善我们的生育能力，对不孕和流产有很好的预防作用，减少我们老人斑的沉积和皱纹，同时帮助人体制造血红细胞，同时让我们更好的利用维生素 K。优桑娜的维生素 E 它是从优质的大豆和米糠精华卵磷脂当中提出的天然D阿尔法生育酚，同时加入了结构相近的生育酚和生育三酚，使精华 E 能远远高于市面上普通的维生素 E 的生物利用率。采用最先进的液体硬壳胶囊包装，所以它可以提供我们的抗氧化保护。益力宝它是专门针对我们免疫力所提供的产品，它每一片包含酵母提取物、灵芝、冬菇和葡萄糖酸锌。灵芝我们知道它是支持我们免疫和心脏功能的产品，它富含丰富的高分子多糖体，改善和调节人体的免疫特性。冬菇使人体的免疫系统更加的强大，酵母当中的贝塔葡聚糖能够减少上呼吸道感染持续时间，稳定我们的情绪，保持我们身体健康。锌是我们细胞内的信号分子，为免疫系统提供帮助。所以这个益力宝是专门针对我们免疫系统，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所设计的产品。谢谢您的关注。想要了解更多优桑娜的信息，想要拥有有钱有闲有健康的品质生活，请扫描图中二维码或点击视频下方订阅。每天五分钟，改变你人生。